武器研制领域的最高水平。首先展开实弹射击的是国产大口径火箭炮，这是一种可以发射火箭弹的多管火炮，炮弹依靠自己的动力飞行，直奔数百公里之外的靶区。在靶区回传的实时图像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较高的小红旗是射定的靶心，而只要火箭弹打进蓝旗组成的圆圈，就算合格。 从回防的慢镜头上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火箭弹几乎正好落在代表靶心的红旗上。大口径火箭炮实现了首发命中。紧接着，第二型国产多管火箭炮进入发射场区，它要使用两种不同口径的火箭弹对两个不同距离的目标进行攻击。仅用几分钟，两种弹药就装填完毕，发射准备就绪。首先要进行的是第一型火箭弹的发射，这次是三发连射。